戒掉不起的神经，越跳越带劲。我是自由人，独儿迈张风不羁，是爸爸的你。今麦这个是郭富城哈，啊，你有在搞郭富城，真的比郭富城较缘投。当然啦、啊，你看详细，你看看较脆。啊，你啊，我上个上个囝，你知不知？啊，你讲这句就是要叫我探恁囝嘛？哎、欸，啊，阮囝。那有可能？这三个，阮这三个拢我囝，你有看？三个拢你的。哎、欸，你刚才都唔相信，我生个囝是做歹面。系啊，我介绍阮某出来。我你某今仔有来，是哦，今仔有来，今仔有来，对不对？来欢迎哦，做几个两个某的，对不对？是的，你某，人家嘛讲这徐若瑄这你某，你当时第五摆出来哦。这徐若瑄，徐若瑄在拍电影呢，我今日做节目无同呢。这你某，系啊，很来你某的家来。我某，我来给朱大嫂拍婆婆姐，朱大嫂，来来来，老大也无食这歹啦，卖卖个勉强啦。伊讲这因某鬼要相信，伊若讲你这肯定是因某，人大家就相信啦。你话大家笑安尼有无？但咩我别讲啊，我讲哦，这也惊啦。她是你妈妈？嘿，对对啦。啊娘喂，搁歹得出好顺啊喂，就够水耶。伊拢家己学的呢。对，我知道啊。徐若瑄，你是生哪一个？你看呢，只剩两个啊，哪一个比较像我生的？没有，他一看就知道他生的。这个算做男主角。对对对对。啊，这个。这个男配角。男配角。啊，恁囝嘞？客串的，客串的。恁囝客串的啊？系啊，啊客串就吃好啊，我。哇，你是足欠人情面。是啊。啊，无你奈含囝杀落？啊，无法度啊，就是看，即马就等迄个老大，你看通好，佮拍一支啊，无佮弹歌无，啊无变哪开，实在是。你出白骨了亿，啊！你今麦个无搞，无啦，啊！就拍囡仔片嘛，拍囡仔儿童片吼，哎、喔，拍摄拍摄，好，那位吼，参详的拜托姐，今麦是宣传新的电影，嘿啦嘿啦哦，这今麦伊这个叫做卫星孤关啦，马德二号，嘿，马德，马德二号是什么意思啊？妈的，就是妈妈的意思，妈，鹦鹉吼翻过来，妈妈机器人，甚讲有小孩子吼，单亲家庭囡仔吼。拢踮厝爱看电视，看卡通影片。嗯，啊，卡通影片呢，拄啊叫做马德二号。嗯，安尼啦，内底是讲一个吼、嗯，老母妈妈机器人足厉害哦，什么哦手，那都要派去哦，手出来都在修理安尼哦，妈妈很厉害。哦，啊囡仔就幻想讲啊，阮老母就讲啊，机器人无所不能，足搞的安尼。啊，就叫徐若瑄来演。嘿啊，徐若瑄哥兼演机器人，他也是小孩子幻想中哦，妈妈很厉害啊，是个机器人。阿囡仔只幻想，阿姨都爱过做机器人啊。因为你不是邱于晨吗？对啊，你不是模仿那个九零那个吗？对啊，这叫厉害啊！啊，我囝是客串的啊，伊常常拢偷看电脑，这边学，所以我跳钢电脑班啊。蔡依林来跳钢。厉害啦！好，好，来来来来。老师好，蔡依林的歌放一段，放一段，来来。行，啊，迄、那个跟你同款头毛乱乱啊，迄、那个是来创啥？我觉得啊，就什么男主角、男主角啊，男主角，这个话真呢，这个做徐若瑄的囝，
哦，我这我白目的，这徐若瑄呐、啊，你讲徐若瑄，我咧徐霸王呢，徐若瑄，我有讲唔对呀、啊，啊不，你讲一摆，听起来就像迄很肉很新鲜，对啊，你讲徐若瑄，徐若瑄，你好，徐若瑄，因翁是啥？伊男朋友是黄晓明，哎呦，哦，你讲黄晓明。啊，然后就生这个是吧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她跟她前夫生的，她是个单亲家庭的妈妈。好，你跟你讲啦。我跟黄晓明之前是甲别人，我离婚我都跟你一个人饲囡仔。生囝，生囝饲囝，系啊。啊，而且伊等着黄晓明，对。啊，内面这囡仔才开始变化。嘿，哦、对。这囡仔平听讲好假哟。好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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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听无啦。好假，哭的要死。哦。好哦，有亲情戏啦，对不对？我吗？我有考啊。你有考？哎，好个考，好个考是都会无讲。你两个不是啊？哎，你两个未通呢。好哎，哭不是考吗？我有介怕过呢，天生一对一做阮左囝呢，做冒野有无？他妈怨叹我，讲爸爸，你怎么搞我生这样？啊，我嘛是冒野，我怎么样？我不是一样。但是他不错。听讲这出有无白啊？有啊。啊，你恁是偌久拍好诶？两年前。哦，两年前拍。因为吼、哦，囡仔平时安尼啦，有一挂卡通啦、动画吼、哦，较搞工啦，所以后期做的比较久。哦。嗯啊、然后那个茂博拍完我们的戏，大概两个礼拜、一个礼拜就过时了。啊，你好诶。算也算是茂博的遗作。拍你的片两礼拜啊。哦，好个，这大尾罗马落片足久啊！对啊，你要规半年，人个好好，你是咧烦恼。你即马干那烦恼要走尔啦，剩你拢无烦恼啦，别烦恼啦，医生讲会好势啦。希望这一部片啊，大家啊，带咱的孙啊，咱的囝去个欣赏一下，好囡仔欢喜一下。对啊，啊有淡薄会使即马互人看啦。对，来看预告片，看卖啊哈，来。铁先生，你在这里人生路不熟，有事你就问。曹姨，我叫曹姨，我的儿子叫小虎。人肉不？你考92分啊？是数学、英文加国文啦。他很喜欢一部叫《马德二号》的卡通，马德就是 mother 的意思，取代妈妈的机器人。告诉你哦。去年圣诞节，我妈妈变成了机器人。我看到我妈在充电。通常我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：催小虎上学啦，上班迟到啦，表现不好，道歉，一堆事一堆债，要多赚外快，做家事表现不好。对不起，妈妈睡着了。我一直以为我很了解我的小虎，直到有一天美术老师要我去见他。老师，小虎他怎么了？孤独其实只有一个妈妈，没有爸爸。每个同学画的都是妈妈的脸，小虎画的是你的背面。他只能一个人睡觉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玩。我一直以为我的世界只有小虎，直到有一天我遇到小铁。就是小虎让我交给你的，很奇怪吧？以为失去了才会在意。我决定展开拯救妈妈的大行动。快要看不见了，才突然看得清楚。那一年，小虎真的救了我。有什么比圆小孩子的梦来得更重要呢？人迄个迪士尼的迄个童话故事，赶快。阮在讲话，恁是咧玩 gaming， 哈？恁，阮在讲话啊，恁在安尼什么？哎，安尼有皮啦。哎，莫怪电影会拍迄句。个摄影棚嘛，恁若想要迄个改装，哎，改棚啦，啥你就叫两个来就好啊，再拆掉。好啊啦，我因着甲弄甲拢倒落呀。对，迄个改好啊。哎，今仔你无感觉朱大哥怪怪吗？伊滴来了吼，伊都唔敢对出手呢。他说：“我今天很奇怪，普通女主角来我都会出手，为什么就跟邱一芳来就不会出手？”当然啦、啊，因为伊唔是林宝吗？林宝爹，你哪有敢出手？这是对宝的尊重。我较边爱好啊。咱这邱导演，我是作家，伊的魄力，
伊的判断，嗯，伊的想代数，嗯，这是无简单的。对啊，要真正。啊，你惨嘛！啊，你好，伊爬起来，伊犯了你的大忌耶。你啥物？以前罗莉啊。罗莉。紧甲挂落。以前不是罗莉。我烫掉，我烫掉，袂使穿，我烫掉。安尼好无？安尼好啦。你看这拍电影，看伊外可怜就好啊。为了宣传，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。烫掉安尼才是淡掉啦。好，系啊系啊。有新杯无？哎，新杯啊！哎，新杯呢？哇，未想到哎呀，新杯。新杯。我讲这新杯实在是哈，我两个底下在讲讲啊，安怎啊扭起来，电线扭起来，一惊伊，我怎啊惊到崩落？啊，真正新杯。大杯落嘛？伊老讲啊，这站甲淹落，啊，拉新杯。啊，大掉啊！你怎啊？恁这出个大掉啊啦？你烫鞋啊，烫起来安尼就掉啊！但是这不是鞋啊，伊这老李啊呢？啊，伊嘛是新杯啊！对啊，我的台顶是禁止无人穿拖鞋上来。歹势，我现烫掉。哎啦，啊，你就烫掉得了。刚才你讲未使无穿哦，穿衫。哎、欸，这贵个都儿童片啦！导播，你个做一下专心。哎、欸，你卖干嘛个讲起？你个讲起，今晚就去调地后背啊，关有问题。是伊家烫掉的啊！我讲哪个要烫掉就单掉。对哦，好，这个哦，这个马道二号，大家到时再带人啊，吼、哦，啊去听孙去甲看一下，好，这个片成绩袂歹，吼、哦，看卖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Thank you.